我现在要求现场，我临时写一篇数字，你给我做，记住了，我就相信你。可以，朱丹老师。哇塞，太牛了！现在孩子们超越到这样的程度了吗？我第二次质疑了这个节目。现在我给你5秒钟时间，这段稿子你速记。好，本轮比赛将由3支战队上场，其中只有1支拿到是真新闻稿，然后其他2支拿到的是假新闻稿。答了白纸的2支战队或导师需要根据内容即兴去编造，第一次阐述为20秒，第二次阐述为30秒，全部答对的可以得到2分，其次为1分，答对最低的不得分。基本数据是否记下来了，朱丹老师？是的。佩林做导师吧，我当学员。对，我也觉得我完全没法比这个。对啊，这不在一个级别了，我觉得太牛了，过誉了。李佩林太让人惊艳了，就太让人惊讶了，惊讶到我严重怀疑了他。